都渐渐出来。没错。对。所以我们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把它结合起来一点。就首先一定是子音韵母声调要把它合起来。你组合的好了之后，我们就有办法去背词汇点。那五是什么？三是什么？车。车，对，所有的车子的统称叫做三。然后什么车子的话，我们就是把这个三排前面，后面加那个车子的名称放上去，就是那类的车子这样子。对，比如说我说三。这样怎么念？三欧多。三欧多。对，三欧多。三欧多。啊，三欧多。三欧多。对，这我们就是这样结合的嘛。三欧多就是汽车，或者是说所有那种四轮车的，我们叫三欧多。这样 OK。财，可是某一块也有新的意思哦。这边它是财，可是它。在某个地方的时候，他有心就有心。然后呗是什么？回。回家的回。家是什么？家。家。对。是这样子。所以我要三个半夜很晚才回家的意思。多一百块钱，没一百呀。要呗。对吧？七号吗？是吗？没错，我是想到顶优。对，你看我想到顶优，他想到顶优是爱情，没关系的，慢慢来。你有优就有顶优，不过因为顶优我还没有，还那个后面的韵母还没有加，所以我就没有举那个例子。对，对，这个优它是有顶优，顶优是爱情。那这个又也是爱情的意思，可是这个又它的范围很广的啦，不是只有那个爱情的那个这个又而已，它是一个博爱情的精神，看你爱什么，对，这样 OK， 可是都有咖啡，我爱咖啡。这边来说都要订咖啡啊。对，订咖啡，这个只是说我去咖啡。我订的是你的不能说。那你只是情而已，没有爱的意思。比如说，我跟你有友情，这个等于是友情的意思。对，等于是情，然后又是爱，把两个分开了。可是友情的话，有可能就是从情就到爱了，对吧？应该也是有爱的成分的，只是说他不爱时候而已。对。好，然后再来还有那个姑姑，对，凡是大姑小姑都可以这样子，对，然后再来雷是什么？雷是几？一个那个量词的问号，的疑问词，雷就是几？那鬼呢？岁。对，鬼是岁。然后鬼是的，就是勾眉鬼鬼。这个台湾是千万千万不要碰到，是不是？对，碰到的话就会要命，对不对？可是越南是可以的，因为越南有时候。要问这个是为了要避免对让没礼貌的状况，就是要顾礼貌的问题。生活像滚动的前台，如果你停了，原地踏步，人生就停止了。让自己活出健康，平安终身。
生活像滚动的青苔，如果你停了，原地踏步，人生就停滞了。让自己活出健康，平安终生。